今天带了个萌新，跟我说枫丹的怪太危险了，打不过。那你带我去，让姐看看谁欺负你。这个尤安博就能轻轻松松打几十万伤害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你看好了。我还没结束。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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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安博胜了吗？哪里弱了？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强度，不要乱说。第三家很难的，安博升没升？说法练没练？今天带了个萌新，一进去他就发了一句老婆啊！你这么叫不好吧？你认识我？不认识是叫老婆啊？啊？啊！你可真会聊天，那不得奖励你一个大宝箱。宝箱先别急着拿，你像我这样跳一下有惊喜。哦，个人的力量是有极限。刚进了个萌新的世界，哎，他在干嘛呢？速度到期。你下手挺快呀，这么快就有莱奥斯利了。一起偷渡啊，好呀好呀。这莱奥斯利偷渡有点意思啊。等会儿我没上车啊。我还没上车。我没上车啊，我没上车啊。你回头看看我，我还没上车。天空是微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陪我弹琴写歌。你人还怪好嘞，还会来接我。What the fuck？ 养生堂第七十七代堂主就是胡桃果啦。今天带了个萌新，他问我这个大螃蟹怎么打。啊？那你算是找对人了，你是想正经的打还是想不正经的打？不正经就是站在水面上炸他。等一下，我召唤一下我的大佬。看你的了，大佬。今天用萌新的号去带萌新，问他需要帮忙不？他说不用。真不用吗？要不你再想想。原来是嫌弃我也是萌新啊。那要不你带带我。打什么？先打一个公子吧。溜了溜了溜了。破绽也还算有点成绩，值得我再认真一点。我无补于事。啊！同样是五十级，我伤害怎么这么高？
因为我开了呀，开了蓝绿修改器。杀！哎，你怎么把我锁里面了 ？What the fuck？ 胡桃新的片刻语音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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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象派暗黑打游诗人胡桃的新作，二人游历诸国，交三朋四友，行五湖六海，七上八下，九死十生，这下鱼儿两条吃得满满一肚，团雀叼走稻米，连猪急得拱地，来者皆是客，都图一个乐。今天带了个萌新，进去看哟，还有别的大佬。嗯，五十级，那应该都是萌新啦。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甲龙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鬼人窒息啊！你们在一旁看着，我一个人打就行。小山，你不领吗？啊？啊？你是带萌新的？啥意思？五十级就开始带萌新啦？啊？这不是五十级吗？伤害这么高？ What the fuck？ 今天带萌新去个好玩的地方。有多好玩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看到这个洞口没？这有三个零件，跟我来。快就对了，把零件安上去。别动，站着就对了。Nice， 是不是很好玩？你上来看看。本来以为续命 NPC 一刀一万七已经很强了，没想到来到凤丹，这里的 NPC 已经学会元素反应，开始打涌动啦。